Hello， 大家好，我是 TV 李慧健啦，好耐都冇拍片同大家分享啦。咁咧，今次我想讲下咧，就系好多朋友咧见到我 Facebook 或者 IG 咧，我咪 po 我自己画嗰啲画嘅。咁好多人就问我用咩工具画噶咁样。其实咧有啲系水彩啦。咁其实我主要咧，但系呢几年用嘅文具咧，就系呢啲marker 啦，彩色嘅 marker。咁如果之前有睇过我画画嗰啲片咧，都知道我系用开呢啲噶啦。咁略略介紹啦，呢只咧就係大約淘寶買翻嚟嘅，大約3蚊港幣嘅咋。咁但係呢只咧就係可能喺啲大型文具鋪買翻嚟啦，但係佢都要40蚊支啊，去到，所以其實相差好遠噶。但係點解我要咁樣買兩種咧？因為咧其實咧，如果以一般普通落色咧，其實佢真係顏色唔係話爭太遠嘅咋，即係個效果。但係咧，因為咧淘寶嗰只咧，佢係淨係得硬頭啊，兩邊佢只係有粗幼，但係硬頭想畫一啲細緻啲或者一啲靈活啲嘅畫咧，就冇咁方便咯。咁佢呢只日本牌子呢只咧，咁佢就有一啲軟頭啊，即係好似人哋用開科學毛筆嗰啲咁，咁就可以畫一啲譬如你草啊，或者一啲再細緻少少嘅位咧，落色就會靚啲。咁我咧通常畫畫咧就會兩溝嘅，即係淘寶版同埋日本版咧都會用下啦，但係咧都會有個講下佢哋有咩利弊啦。就係咧，如果假設你用一啲淘寶版啊，佢嗱起初咧初好，我諗3-4年喺再早期啲咧，佢咧訂翻嚟嗰時係好多墨水噶。其實你落去咧，即係其實同日本版冇乜分別噶，好爽嘅油顏色。但係咧，佢近年我訂親嗰啲咧，唔知佢入得少墨水定係點啦，成日咧油油下咧就會乾墨啦，搞到咧啲畫一笪笪。咁譬如以呢個為例啦，咁咧你見唔同色啦，咁我 po 上網嘅時候咧，有啲讀者定觀眾咧叫，總言之有啲朋友啦，佢就話：哇，好細緻喎！細個咧就白雪雪，大個曬黑咗喎。其實咧，我唔係刻意咁，即係我咁有即係心思話佢咩曬黑咗，而係咧就係因為咧佢油油下唔夠密啊，乾啊，咁我就唯有其他揾其他筆補救啊，嗰個左冚右冚就越冚越深色啦。同埋咧，但係咧日本版咧亦都有個破綻喎，就係咧佢好容易咧可能佢墨水比較多啦，或者佢咧尖頭呢個即係遠身嗰個位咧，好容易聚墨啊！咁啊，搞到咧我油顏色嘅時候，即係譬如類似呢只狗仔隻耳仔啦，其實我唔係想話即係傷痕咁多啊，或者咁花嘅，但係因為咧佢會滴墨啊，搞到無啦啦一畫就滴落去，又或者例如好似呢只狗仔咁，佢有傷痕，我諗就一撇撇咁樣用軟筆頭咁畫落去嘅，但係一畫嘅時候咧，佢又係出現滴墨嘅情況啊，所以搞到咧我而家咧開始咧就係點咧，一路畫幾筆咧就要揾廁紙揩下啲墨，然之後咧再油落去，咁先冇咁容易出現滴墨嘅情況。咁咧，所以咧佢哋各有好處啦。一個咧就係平啦。如果你嗰批筆夠墨嘅時候咧，其實效果唔差嘅。但係佢而家近年訂親都係唔夠墨，这个、呢個咧就調翻轉頭，佢出現好多好多墨水滴出嚟嘅情況。所以咧畫畫嘅時候要小心，可能要整定啲廁紙喺側邊咧，隨時係印墨啊，先至好落筆啦。咁但係咧講咗咁耐，其實我不是介紹自己的畫，亦都不是想介紹 marker 嘅，但我又不是賣緊廣告喎，係因為咁啱咧，其實咧我在淘寶咧發現到一啲嘢，其實唔係我發現嘅，係阿寶發現嘅。我順住次序講啦。咁起初咧我就喺啲12蚊店嗰度咧，就係、是、買呢啲筆咧去插 marker 嘅。咁佢大約有6格啊嘛，可以分類啊嘛。咁我咁樣揀顏色好方便啦，咁樣。但係咧，發現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啦，有啲牌子會多墨水啊。如果你再咁樣擠嘅時候咧，仲更加容易聚墨或者漏墨啊。咁咧試過將佢咁樣打橫擠咯喎。咁但係打橫擠咧，佢係因為呢只咧會太短啊。唔知有冇人咧都再咁買過呢只嚟咁樣裝 marker。咁咧佢就會成日自動咧線落嚟啊，即係呢啲好容易線落嚟啦。咁我就後屘就放棄咗咁樣用啦，就再改咗咧，就用呢一啲。在那些大型家私店買的膠箱，它唯一不好處就是它沒有一格格分類，還有呢你揀顏色的時候又是你拿的時候它又跌來跌去找不回你想要的顏色，明明我這裡分了綠色、紅色、
藍色，但係咧揀下揀下就會你見到要咁亂七八糟啦。佢唯一只能夠做到就係我分牌子咯。但係就有個問題啦，就係上高咧，你睇翻上高嗰層咧，佢會斜落去，即係依然都會有少少聚物嘅問題啊。雖然我而家沿用呢幾年都用咗幾年啦，都好方便，但係咧就俾阿寶咧同啲朋友咧去訂淘寶咧，佢買嗰啲化妝箱嘅時候咧，就幫我發現咗咧，原來可能好多人其實已經一早發現㗎啦，但我自己冇留意，就係咧有呢、這個。Marker 嘅專用嘅筆架，咁咧佢有好多格啦，咁咧佢一層裏邊咧，大約可以擠到四至五支筆嘅。重點就係咧，因為佢真係分得好細緻啊，佢唔係一層層咁簡單啊，佢直情係一格格啦。佢令到咧我咧可以咧排好曬啲顏色，卒之可以咧唔使哇揾嚟揾去揾餐懵，因為加上唉、哎、我隻視力真係有問題。成日喺度揀顏色，肉色啊、啡色啊，都要揾一輪咧。咁而家呢個已經分好咗啦。無論我點畫嘅時候，只要我插翻落去咧，佢唔會好似之前嗰啲咁樣跌嚟跌去。所以我覺得好方便，所以就想同一啲畫畫嘅朋友分享下啦。大約呢個港幣咧200蚊，當然係比嗰啲貴少少啦。但係咧如果以成日畫畫嘅人一勞永逸咧，我覺得好適合買呢個膠箱嘅。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